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夹缝中求生存，北极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非常非常有趣，我自己制定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自己突然那个灵感一出现，然后呢想到呢， okay. 我们说不定可以来玩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生存短篇系列，就是这个大概只会有一集左右。Okay. 我们这集要来做些什么有趣的生存呢？我们今天这集我们看到旁边有个这个展示框，这个展示框呢，还记得如果大家有在看我们的系列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生存系列的话，就会知道说，在我们的生存系列中呢，我的生存系列中呢，我跟阿神一起玩的时候呢，会做出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灵魂道具。Oh.也就是我们的钻石厨，钻石厨，对，没错，这个钻石厨，我们今天呢就要在这个夹缝中。等一下呢，你选一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剪刀石头布，你选一边啊，我选一边，然后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先做出钻石厨，然后放回这个框框的人就是优胜者。那我这样，这是一个小比赛嘛，对不对？那赢的话可以做些什么？我觉得赢的是这样子哦，赢的可以在下一个系列中，的某一集指定对方做一件他不想做的事情，这样好不好？算是一个扣打，做一件他不想做。就譬如说，我一直叫你干嘛，然后你一直拒绝我，然后我就说不行，我要使用强制命令卡，然后你就要去做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了解。对，类似这样子，就是一个道具这样子。好，当然就是今天的奖励了。那希望我们就是我先跟大家讲，这张地图呢是完全原生的地图，是我自己进来，然后用指令，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这个样子，切开来的。对，我把它切开来，然后用这个不可视的这个方块把它隔开来。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然后因为我怕会没有，因为我怕会没有这个食物，所以呢，我有把这个面包先给你32个，我也32个，这样很公平，很公平，很公平。那我觉得你来者是客啦，不然让你选，你想要探哪一边好了。我吗？你一边我一边吧，那总比没有好嘛。我这边。哦，你要这边吗？好，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喽。好，好了，来3、2、1，开始 ，Go。超白痴的，欸，我自己昨天就在想说，没什么地图好玩，最近没什么新的生存地图很好玩，来自己弄一个地图好玩来玩好了。但是我突然发现，其实蛮有趣的啊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我们可以是蛮有趣，而且是需要动脑，对啊，我们要想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会是做钻石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答案只是找到一颗钻石的话，你可能一下就找到，但如果是钻石厨的话，会有一个问题发生。什么发生？就是你有可能找到，但是只有一颗，因为其他另外几颗被切掉了。一颗的可能性比较低吧？没有啊，什么叫一颗的可能性比较低？一颗的可能性比较高，只有一颗的可能性比较低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只有一颗的钱，所以我才要增加难度啊，所以我才说要找到钻石，钻石数就是两颗啊。好，我可以开始往下。应该通常都会有复数颗啊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你好快啊！等一下。通常会有复数颗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这边只有一格，我们是2D 的，所以很有可能你会怎么样、uh-huh. 被切开。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对，懂我意思了吧？就是如果你就算找到了，但是它有可能左右边被切开，就只剩下一颗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怪物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你有在获取升级了呢？对啊，跟上。你也是很快。这是一个看人品的游戏，这个铁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对，我也不知道。Yes！ 干嘛？你找到铁啦？对，我找到铁了。先往下。我看到旁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会看到旁边有没有钻石。如果看到旁边有钻石，应该很崩溃吧 ？Respect you now， 做个熔炉。不对，有熔炉。我前面有大洞窟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下。我可以下去。这个洞窟可不可以直接看得到东东啊？什么笑声啊？开心的笑声啊！我们可以用 F 3看高度吗？这是允许的吗？允许的啊！是，够了，高度只需要3颗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是 speed run。我拿 speed run 我旁边已经有岩浆了。来硬的！你太慢了吧？不是，就没有啊！重点就是就没有哈。你太慢了吧！快点！好久没有玩原味生存了。看到钻石，你挖到挖到哦，看到哦好，隔壁，你要不要过来看？好笑，我不能过去看，我现在没有过，我现在很深啊。不是，那是裸矿走个隔壁。不是，你我先过来，我等一下过去看。奥斯米克暂，奥斯米克暂停，你先游戏暂停，然后之后你再传送回去。好。你先过来。
哎，真的呀！有没有？我刚刚就跟你说要小心这样的状况。飞机哦，酷哎！好了，你上去啊，回去你地方。好，我回去，回去城市回去。Respect you know？ 哎，不是啊，你那真的太扯了啦，你怎么这边找到？不是，我差点就直接毕业嘞。对啊，差一点嘞。哎，不行啦，我们的游戏开始不到十分钟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隔壁好烦哦。隔壁怎么好烦？又不会有怪打到你这边来，你在怕什么？就是他在隔壁，然后我拿不到，有一种不爽的感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在那边有的话，代表这层数应该够了。对，但是，哎，你怎么挖那么快啊？你真的不要作弊！我看到鸡眼了，看到红石，我看到鸡。你看，你也在鸡眼城啦。我在鸡眼城，哎，可以开 F 3对不对？我刚刚是不是有说可以开 F 3啊？这太低了，这太低了啊！我挖太低了，难怪。啊，输在这里，我们该回到十二，对不对？十二十三差不多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上帝眷顾我，你也在冲刺了是不是？对，眷顾我，这里为什么不能连锁挖矿？连锁挖矿十秒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哎，红石，你挖红石，走开，再烧一点铁矿。拜托，你还要烧铁矿干嘛？我又看到钻石，可在隔壁，这第二次嘞。哎、欸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没有故意。哎、欸，你还记得我是给你选哦？哎、欸，来者是客，不要忘记了。不是，他都在隔壁啊。哎、欸，我有让你选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钻石的隔壁。奇怪，隔壁的钻石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啊？平常要挖的时候挖不到啊，隔壁特别多。隔壁的钻石很多哎、欸。哇。完了吗？就这样啊！这个系列不是这个系列，已经变成直直往前走了，直直往前挖。我也是直直往前挖。钻石，钻石，一定要找到钻石！大家应该听到很奇怪的震动声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个不是什么奇怪的声音，大家不要紧张。哎呦，岩浆哎！哦，不是啊，不要乱说。你有什么奇怪的兴趣？不是啦，那个啦，我们家楼上不知道是在施工还是怎样。你们家楼上玩那么大、哦，我那个都可以透到下面去，蛮大声的。对啊，那个太危险了，好不好？太危险。那个马力不知道多大，会出人命。他用直驱引擎，是不是工业级直驱引擎？哎、欸，完了啦！我真的很危险的，我真的危险。我挖到岩浆了，不是，看完了，真的危险的。我挖到岩浆，我还要回去一趟、欸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完了。为什么要回去一趟？我现在就一直在直直往前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稿子不够用啊！你就直接现场做现场那个啊！不是，我东西忘了挖走啊！好啊，你再那个啊，再懒啊，你再懒啊，而且你再懒啊，再懒一点没关系啊。而且我觉得我很衰，你哪很衰？不是跟你打通了？啊？你过来找我干嘛？我跟你打通了、欸。你干嘛打我？你来找我干嘛啦？啊，我去另外一边，我去另外一边，我去另外一边。啊，你跑到我这边来啊？对，我打通了、欸。笑死我了。Respect you know？ 我昨天朝思暮想，想说，最近玩太多那种一般生存，觉得该来一点白痴生存的。然后想来想去，那我自己弄一个白痴一点的生存好了。然后我在想说，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找钻石这件事情会很好玩，然后想说，哎、欸，可是单纯找钻石又很无聊。我原本想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来挑战看看，我们可以来玩那个就是找钻石 speed run， 好像真的有这个挑战哎、欸，就是最速找钻石，挖到速找钻石是不是？对，速找钻石就是用你最快的速度，听说一场好像几分钟也不到，超快。他就垂直往下挖，没有，但是你要挖得起来啊，重点是你要挖得起来。他那找钻石的条件是要挖得起来，不是只有找到而已。哦，对对对，感觉没有很难啊。感觉没有很难哦。那你觉得速找什么最难？速找女朋友。女朋友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完了，我这边作弊了，我这边作弊了，我这边已经到底了，挖到底嘞。什么叫挖到底啊？就是到底的意思。那我这边也会挖到底嘞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只能往我这边挖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。我的地图到边界了。哎呀，我的稿子坏了啦。哎呦，稿子坏了，再做一把，再做一把，再做一把啦！我在笑啦。哦，哎呀，还是一起来，还是我们一起来，还是我们一起。不要啊！你现在是不是要往我这边冲了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
就一起啦，我们、这里是我的领土哎、欸，又没关系，一起用嘛。没有我的领土是我的领土，你不是、啊、一起用又没关系，你别妄想了，不是一起用在挖东西，一起用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就跟女朋友一样，钻石跟女朋友一样，不能一起用。为什么不能？像有规定吗？哇哦，不是啊，这个效果，这个效果。做个效果、啊，尊重啊！做个效果、啊、，respect you know, yeah, respect you know。做个效果，做个效果。哎、欸，金矿哎、欸，重点不是金矿，重点是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是一个机械式代工画面。哎、欸，我来找你了，你有看到我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枕头啊，我现在在努力的挖。Fuck， 走开啦，这是我的领土。还这么一起啊？不行不行，你可以跟我挖不同层。哎、欸，你跟我挖不同层，啊，你挖不同层又没办法。哦，我找到。哥，我找一颗、啊。不能不能啊！你剩什么？我找一颗，我找一颗，我找一颗。哎、欸，我把你杀了就有了、欸。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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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你干嘛？你把我干嘛？对不起。欸、你帮我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行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运气比较好，我那边挖到底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挖到底，你那边我还通你那边，又通我这边嘞、欸。哪有啊？我那边是真的到底了，我那边弄太短了。我是不是打通？我是不是打通你那边了？不要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阿成，你冷静一点听我说。不是不是，你冷静一点听我说，我是不是打通你那边了？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，这样子影片不好看。欸是，你说对，影片不好看。要我们要来一个逆转式的，你等一下要突然摔死，然后我们来一个逆转式的那个回马枪。你要说，哎、哦欸，我死在哪里？我死在哪里？然后我去捡走你的钻石，这样子、哦。然后我成功赢得这一场比赛，这样。哦，剧本是这样写。对，千岛的。不是、啊，你要先跟我讲剧本是什么啊？你知道没有跟我讲剧本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剧本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加赛啦！加赛啦！我等一下旁边再批一条，重比一场，这场不是再批一条是不是？因为不行啦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一马计出那个对啊对啊，你赢是你赢啦，但我觉得太短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为了大家而好。你知道现在 YouTube 流行这种轻巧短小，轻巧短小，轻巧短小。你说你的 size 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轻巧短小的影片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找得到啊？为啥、啊？什么叫没有办法找得到？找得到那个啊，钻石啊，有啊，我不是找到了吗？没有啊，骗人，根本没有啊。我瞎了吗？哦，前面有工作台，这是你做的工作台啊？接龙虾了？没有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啊？对啊，十一啊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人品游戏、欸，哎、欸，阿倩啊。你要上来看我放下来的样子、啊？不要啊，不行，我一定也要完成。我就算输了，我也要输得有荣耀，我也要在最后一分一秒完成我的。那我在这里等你了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会不会你那边有挖到底？哦，原来是你是有个底的、哦，有个底的、啊，当然有个底，因为他那个放那个方块是有个上限的。Oh. 我以为这样就够了，就是。我以为我们两个不会挖那么快，哎、欸，结果比想象中的还快、欸。你这边好像比较长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很清楚。啊、对你这边应该比较长，就是你的这边的那个长度比较长，所以你可以挖比较多。就是我就比较长啊 ，respect you know。好了，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我是说系列中哦，我先说是系列中，不是那种违背道德伦理的那种。没有帮你做违背道德伦理啊。我知道了，你要帮我取的名字、你要帮我改名字。你要叫做阿神的狗，怎么样？家园系统啊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所以你说麦块要改名啊？对啊，你要改叫阿神的狗。可是那个会很久哎、欸啊，那个一个多久啊？靠，蛮久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个还不是说改回来就能改回来？那个真的一段时间呢、欸啊。忘记要多久才能改？所以叫什么 ？Kuruki Dog 啊 ？Kuruki Dog。不然叫什么？哦，算了啦，我在游戏中教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家园呢、欸？还是我们用个家园系统？家园系统吗？上一个系列就已经有家园系统了。哦，好啦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没办法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、没了哎、欸，
这一束哎、欸，没了，完全没有哎、欸，没了，好，没了，你真的要放上去了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我在等你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看一下，好来，我们这边虽败犹荣啊，虽败犹荣，没有，我看一下，我挖到底，我看我挖到底会不会有钻石？我只看这样就好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这条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哎、欸，整条里面就只有那边有钻石哎、欸，还被你挖到底了？没有啊，我用观察着，我再往前一点点就到底。哦，你用观察，哦，我再往前一点点就到底嘞、欸。这条没有，这条路就只有那里有钻石哎、欸。所以这世界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钻石，就是我。对，就是你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程度是刚刚好哎、欸。就我觉得是天选之人。不是哎、欸，你太帅了吧？不高不低，就刚刚好。你是非洲人。我是非洲人，你是？我看一下基岩城。宇宙欧洲人啊！啊？宇宙欧洲人啊！宇宙欧洲人是什么？我看一下我内测是不是真的没有？我要确定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阿罗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跟朋友自己玩玩看这个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不是，这不是。超好笑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蛮好笑的，就蛮好玩的啦。老实说，一个小比赛，好不好？有趣有趣，小比哦，这边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算呐！好啦好啦好啦，鸡鸡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里？鸡鸡，我在放牌子的地方等你了，我在滑 IG 看妹子的捏捏了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干嘛？啊！噔噔噔噔噔，没有啊，我放的。哎、欸、哎。欸我放回去。好啦好啦。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算你赢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突发奇想弄了这个小比赛，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想到什么，再来找你来玩呐、啊！啊，智障小比赛，真的是笑死了。合唱，好了，就这样啦。那这次比赛就算是你赢了啦。然后你有一个条件，可以在我们下一个系列，我下个系列也有想好要玩什么。然后在系列里面呢，你可以就是如果我可能拒绝你的什么事情之后。你可以就是用这张卡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一定要哦，这是一个使用卡就对了。对，就记着好不好？大家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千宝们在底下留言，帮我记。那我可以这个样子吗？我可以记物，然后记到我的系列，可能是很久之后的系列吗？不行，某一次某不行可以吧？不行，那你的系列跟我系列不同时间上，你不要把我的东西拿去那边用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。你违背伦理道德了、哦，你不能这样子，这样就违背伦理道德哦。对，我刚刚还没讲完，就你要找别人做，你不能叫别人做出丧失伦理道德的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哦、这样子像是做坏事啊，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行。好吧，不是啦，要在我系列用啦，这样才有你在我系列赢我的感觉啊。哦、你在你的系列，那别人哪知道你怎么会有、啊？对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恶搞夹缝中求生存呢，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喜欢这个小小的生存系列的话，一定要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因为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再就是多找一些有趣的东西来跟大家玩。那、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的频道还有阿神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呀呀呀呀呀呀！作弊呀、啊，作弊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回来！你才作弊，干嘛？臭狗啊！你是我的狗。